嗨，大家好，我叫 Kelv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好，今天呢，我们会做一个莲饼，哦，他们叫雪花飘飘。好，今天我们就在家做了。啊，如果有时间，等一下我们再出外拍一拍。好，我们准备的食材有这个苦力薄饼薄饼皮。还有鸡蛋，啊，这个薄饼皮就要一片一片给它撕开了。当然还有糖，砂糖也是要准备。不是砂糖哦，是糖粉哦，刚刚讲错了。好，我们开始。用筷子。跟它捡起来，放在这里。出来外面了，要去载大女儿放学。今天她补习，所以去学校载她。终于载到她了，嗨。跟大家嗨一下，好不好？不好，哎呀！好，再到了，那回家了。吃了。吃了。今天学校吃什么？吃东西啊。我当然知道东西了，什么东西？吃面还有吃饭啊。吃面吃饭。对。又你又吃面又吃饭。不可以呢。我那个早上10点我先吃饭，然后我要留校的时候我再吃面。不懂要写什么？啊？老师叫你写作文啊？啊，800字。800字写欢迎妈妈呀？啊？欢迎妈妈。啊？要写。800字你都写不出来咩？要写5、6段呢。嗯。我是能写啊，但是。在比赛的时候要写1000多个字哎，更烦。要训练呐。都没有人教我。老师教你那还没人教你。每个星期三才学罢了，有一点不足够。肚子还饿吗？有一点饿。那你要吃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叫都可以？就是都可以啊。你要吃什么？我带你去吃。我不要去吃，我要在家。你要在家吃什么？总可以，许久没有吃了。不可以。真的很久没有吃了。你要咳嗽来煮米粒，我打你。哪里有煮？哪里有咳嗽？我今天灌了2杯水，有用吗？不可以，不可以。快点，想要吃什么？一面是没有，算了，回去了，不用吃了。吃到第二吗？哼，没有。现在你要吃什么？对。我来喝杯茶，吃点东西哦，肚子又饿了。Bos, dia Indomie 2 ah. Indomie 2. Sate ping. Kan, ni jia huo, ni kan. Kan, kan, ni jia huo, zhe shenme? Rubber Maggie. Rubber Maggie. 那个小姐吃 Rubber Maggie。一包不够，要2包。2包吃光光啦，好吃不？Good or not？要开始炸了。
妹妹在吃什么啊？在吃什么啊？吃面包啊？好吃吗？What are you doing? This is for what? You know how to do? No. 多好啦！一罐，两罐，三罐，四罐，五罐，六罐，六罐多一点点。然后也做了这个紫菜薄饼，紫菜。哇，做这个不简单啊，做到天都黑了，天都黑了。这个你看到现在还没冲凉，你看那家伙，在周末那家伙。黄哥而已啊，你像什么样子？